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松老师小朋友肉课堂。那么今天呢，小松老师也会教大家一些生活小妙招。首先呢，今天是什么节日呢？当然，今天是七夕节。那么小松老师就教大家一个如何在家里不孤单的过七夕节。第一步，钻进被子。第二步，打开手机，找到一个恐怖片，这样你就会感觉到，不仅被子外面有人，房间里面也有人，就连门外也有人，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。小松老师的小妙招是不是很实用呢？赶紧学起来吧！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！